the bass go?在台湾，炸食是国人最爱的美食，但满街这样的画面，路边传统炸食卫生及营养令人担忧。鸡大爷是业界之中最早以顾客为尊的连锁体系，不断的进化，始终设下最高标准。鸡大爷炸食连锁事业拥有全新标准化制程，店面玻璃展示柜设计明亮显眼，新鲜食材一目了然，让所有的制作过程透明化。时尚空间视觉展现现代经营新观点，无论在任何地方总是民众的视觉焦点。顾客惊讶本土研发出的精彩口味却有着国际素食品牌规格，鸡大爷的用心从小处可看见。企业识别系统标志 LED 与国际级连锁餐饮同步使用静电除油设备及滤油设备，让顾客的每一口都吃进健康，并投保产品责任险2400万，给予顾客最大保障。别小看这看似平凡的产品，鸡大爷超人气商品爆红喷香三角骨，由于是鸡汁活动量最大的部位，肉质鲜嫩程度远超过其他部位。鸡大爷先佐以独家腌制风味，最后现点现炸入锅。撒料以及外沾粉是鸡大爷独家配方，难忘的味道吃进口中，有一种多层次的香味，没有人可以复制。还有这再熟悉不过的鸡排，经过鸡大爷的技术改良，已经迅速抢占鸡排市场。由于鸡大爷事先将温体鸡肉腌制处理技术由总部100%标准化技术移转，同样是鸡排，看看这金黄外皮切开之后锁住新鲜鸡肉原汁，香气直逼，若是一口咬下，脆皮口感让人上瘾。这项产品也是鸡大爷打破传统单一口味的口碑，中西式炸食结合，让饕客一次够足。由于台湾喜爱炸食的顾客对于传统路边摊的选择单一，早已无法满足，鸡大爷产品多元化，口味独特，应结合三大类不同的炸食族群，因此能拉高客单价，创造更高营业额。不断地用专业团队保持经营优势，鸡大爷总部的行销团队更利用全国性媒体曝光，把品牌形象升值。对于加盟主而言，总部更会针对市场上的政策及执行面相关议题进行研究。这就是鸡大爷用经营企业的视野，让加盟事业打造一张永续经营版图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鸡大爷。